日职火腿攻势发动机，王伯荣得点圈安打全联盟最多。日本北海道火腿斗士王伯荣24日面对乐天，单场敲出3支安打，是他本季第2度猛打赏，帮助火腿15-5大胜。羊年首位的乐天也中断乐天三连胜。根据日本棒球数据网站统计，目前王伯荣本季敲出10支得点圈安打，是羊联第一。王伯荣24日面对乐天，再度扛三棒，单场5打数2安打，选到1次保送，24度在得点圈有人10打。即敲出2支安打，打下2分打点，所以王伯荣中回3棒。火腿2棒大田泰士单场5安打表现，也让王伯荣有更多得点圈打击机会，总计4次得点圈有人时站上打击区。王伯荣敲出2支安打，都帮火腿拿下分数。王伯荣目前得点圈打击率23%，得点圈安打数10支，扛3棒打击率高达55%。目前王伯荣打击率91%，排名火腿阵中第一，安打25支排名第3，14分打点排名第2。本季王伯荣31次得点圈打击机会，敲出10支安打。虽然得点圈打击率23%，仅在火腿排名第3，但得点圈10支安打是羊联最多，比下西武狮森有哉、软银松田、宣浩等强打的9支。